塔下看你在颤抖，众人正义变快仲播出口，这里空气充斥诅咒，想要牵你的手挽救，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，截拳却无法抗能我伸手，在疑惑和自责之后，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？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，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，冲出荒谬之外，开始一次恋爱，冲出毁灭之外，在深于压力间更可爱，冲出荒谬之外，将不敢爱都踢开，冲出毁灭之外，却封锁要推倒障碍，他血肉融掉，他的想法不要，污秽骨头空听到清澈呼叫，尽是道行门动摇被你感召，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，病毒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，混入树林用木桥越过悬崖，冲出荒谬之外，开始一次恋爱，冲出毁灭之外，再生于压力间更可爱，冲出荒谬之外，将不敢爱都踢开，冲出毁灭之外，再封锁再撕开，冲出荒谬